热度破万的九部电视剧。狂飙评分最高，你最喜欢哪一部？ Top 9赘婿评分 6.3 分，郭麒麟、宋轶主演的穿越剧。 Top 8长风渡评分 6.5 分，白敬亭、宋轶主演的古装剧。 Top 7罚罪评分 7.0 分，黄景瑜、杨佑宁主演的犯罪悬疑剧。 Top 6亲亲日常评分 7.1 分，白敬亭、田曦维主演的古装小甜剧。 Top 5苍兰诀评分 8.1 分，王鹤棣、虞书欣主演的古装仙侠剧。 Top 4风吹半夏评分 8.2 分，赵丽颖、欧豪、李光洁主演的年代商战剧。 Top 3莲花楼评分 8.2 分，成毅、曾舜晞主演的古装武侠悬疑剧。 Top 2人世间评分 8.4 分，雷佳音、樱桃、宋佳主演的年代励志生活剧。 Top 1狂飙评分 8.5 分，张译、张颂文主演的犯罪题材剧。小伙伴们，你们最喜欢哪部剧？欢迎到评论区留言分享哦。